白衣同学打了起来，其他同学也围了上来。学生上传了这段影片，一群同学打成一团。这是云林一所高职学生在实习工厂上课，27号下午2点多，课间休息时间打架，同学有的加入，有的劝架，有的拿起手机记录，还有人拿着像是扳手的工具加入了战局。怎么会打成这样？一开始双方僵持对峙，似乎在吵架，也有师长站在旁边劝阻。后来师长看看，可能以为没事了，走到旁边忙。灰衣同学双手插在口袋，突然白衣同学推他一把，他立刻反击，就打了起来。两个人冲突之后，战局扩大。我们昨天也在放学前啊进行了法制宣导及劝导，当然以上均属违法行为啊。那我们还是后续会再做加强的辅导以及校园安全的宣导。原本是一对一口角互相打了起来，旁边四名同学也出手加入，演变成五打一。巡查老师发现后立即通报学务处加以制止，结果灰衣同学擦挫伤，家长带去验伤，已经提告伤害。 TVBS 新闻张崇敏、吴淑平云林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